正好晚饭没着落的，上你们家吃去了。你呀，爱上哪上哪，别打我主意啊！管之国，金屋藏娇。瞎说什么呀你？孩子们周末都要回来，我这也提前准备上了。这么说回忆录写完了？哎呀，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一一核实。我就不愿意回忆过去。哎，对了，咱俩在。 本溪铁矿出差的时候，食堂里有一小寡妇跟你挺暧昧的，叫什么来着？叫，哎，啊，你等会儿，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一说回忆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啊！看来你这个大作我真的是踏实，看看你是怎么丑化我。哎呀，嗯，一五一十，遵从史实，遵从史实就是丑。 我绝不掩饰真相。Oh my god！这会议本。西方社科晚11:4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号下调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认为世界经济短期内面临金融市场动荡、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等风险，在中期内则面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放缓的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天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喂，爸，啊，管楚啊，是我，几点的飞机啊？我正要跟你说呢，这周末我们要加宴平和湖，可能回不去了啊。瞧瞧你，好，你这说要吃，芹菜炒肉丝，我这都宅上芹菜了都。哎，爸，那您就替我多吃点，我再找个时间回去看您啊，一定。行，那你好好工作啊，工作要紧。那我先挂了啊。 我不好，我好得了吗？管楚不回来了。喂，管志国。是我，爸，管权。啊，管权啊。哎，你到哪儿了？学校最近啊，扩收了几个英语口语班，全都是我的课。我这那……回不来了是吧？真回不去了，我这替人打工，身不由己。哎，爸，要不这样，没事儿，那个。 工作要紧，好好工作，我这都挺好的。好，好嘞，爸。
李红又刚升的主任医师也脱不开身，只能我去参加了。哦，还有，关好那边有事没法回去了，再找个时间去吧。 你个丧偶，你个灵，二选一。你对你老伴可不够忠贞啊！我可以了啊！我是一把泪一把尿的把咱伺候走的，还早呢，够忠贞的。你别说，刚走那年呢，还真把我闪一下子，老想找他说话。切，这么说谁信呢？你看看。 你平时现在不也是老龇牙自语的吗？我可没有啊，没有。我呀，最近想出趟远门，走了十天半个月的，你得帮我照看照看这家里头。哎，你们院那个媳妇的老王呢？让他帮你照看看。早让闺女给接美国养老去了。那过去孩子们的事儿都归我老伴儿管。这老伴儿走了。 我得去看看他。哦，猫粮、狗粮、鱼食啊，我都备齐了。嗯，我们家那狗老了，也不用遛，就是聊歌。每天你得陪它说说话。我教它唱爱情歌曲。<笑>时间过得真快呀、啊，一晃你走了快一年了。总想为你再做点什么，前思后想。 决定将我们走过的岁月记录在册，将来留于孩子们。或许是对这个家最好的记忆。遗憾的是，年轻时候常年离家，孩子们成长中的喜怒哀乐，几乎依靠你我往来的千封信件去了解。趁这次出门，把回忆录里空白的部分补上，这样至少将来我去见你的那一天，对这个家的记忆。 我会与你一样清晰完整。啊，我会拍很多照片回来，让你也看看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放心吧，回去看家啊。 一起吃吧。是吧？歇呗。我儿子没出息。<笑>哎呀，这大小伙子成家了吧？哎呀，小，他刚12岁，下个月生日。啊？长这么大呀？嗨，小时候啊，吃这个含有激素的垃圾食品吃多，发。 我也有儿子哦。哎呦，好嘛，四个，我养这一个都费劲呢。大儿子，拍这照片跟他一样，12岁，留英的，明星教师。哎呦，好嘛，这小儿子，嗯，我这回去天津就是看他的，是个摄影师，啊啊。
都吃饱了。哎，你不是白吃，哎，给白白啐一个，啊，行。哦，这是嘛乐器？巴松。巴松，低音呢深沉有力，中音呢它圆满细腻，高音呢富有戏剧性，哎，特别啊适合展现这种严肃而麻木的感情。跑哪儿去了呀？爸爸一直在门口等你。负伤了？啊？过来，过来，过来。爸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别干那些危险的事情。头呗。早晨出门的时候洗过。那再洗一个怕啥的呀？我发质软，一天不能洗两回。爸爸，大哥，嗯，给你添个菜。是吗？谢谢啊。没事。来，一起吃。谢谢。大哥，你是来旅游的呀，还是来出差的呀？我是来看儿子的。我也有儿子，这不大学考这儿来了吗？我们俩就在这儿做点小买卖，顺便照顾他。
他可真够有福的。我儿子在南开，哦，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哎，跟我说，出来就能当领导。再折腾几年，攒点钱也送他去美国，堂堂的浑水，不都去吗？啊，对，到美国去做领导，把他们给搞乱了。嗯。惊喜，没见着啊！姐，我是关楚，管好那边有消息了吗？西藏那边说山里没信号，很难确定出事的具体位置。那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吧？你先别着急，我把手边的事情安排一下，马上就飞拉萨。志豪，哎呀，哎，怎么又胖了呀？啊？哎，我妈她知道你来吗？当然不知道了。哎，你妈呢？在楼上打电话呢。哦。家长会开的怎么样？没让你妈生气吧？什么家长会呀，外公？哦，情况不妙。嗯。外公，你好像臭了。嗯。好像是有点了。妈，外公来啦！什么叫暂时无法进山搜救啊？我不管大雪封不封山，那是我弟弟。哎，爸，您怎么来了？说好了周末都回来，我见着谁了呀？大伙儿都忙吧？是，都忙。家里不忙就剩我一个。哎，外公，哎，给麦秋季的狗粮他吃了吗？他还是到处尿尿。这周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您来这倒也正好。下午要见客户，志豪要上大提琴课，您陪他上吧。妈妈，我今天不想去。不可以，我要负责监管你。哎，李红呢？我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吧。啊。
五点下课我就接不了你了，公司还有点事儿。冰箱里有炸好的香蕉牛奶，练琴之前喝了。好。哈，您别喝了，糖分太高。不喝。另外公话啊，好。 下走啊！知道吗？你的这种行为已经破坏了我俩的感情了。哟，怎么了？我本来对你印象挺好，现在有点不爱你。还不爱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监管我？我这是替你妈排忧解难呢。我今天有事要下课。 你想办法把我妈妈糊弄过去，这想弥补我俩的隔阂，你就去跟老师请个假，理由你自己编。不合适吧？这个，你好自为之。 我不管你耽误多长时间，你能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的时间也是时间。老头临时来，我能正好什么时间来啊？好歹这人你以前叫爸来着，坚持活了。所以你就应该赶紧跟他说清楚。你这个小伙伴，完全就是错误的告诉。少说两句会死。什么意思？你好，哎呦，你是来了这么大个招呼呢？我们提前经理一下。哎，我这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啊。人家哪是惊喜？这分明就是惊吓。这叫说走就走的旅程，晚上吃点什么呀？那我看冰箱里有菜，还有大虾。 那咱们靠大家。好，啊，楼上呢。谢谢妈妈。听说你当了主任一事啊？啊。 更忙了吧？是。今天一天就做了三台手术，全是严重外伤。是吗？嗯。第一个呢是小腿骨骨折，第二个呢是这个后脑啊，让广告灯箱啊给砸到了，第三个呢是那个早高峰挤地铁，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还是对称的。 出来的时候就剩这一个了，这话都闭上。他自己还怕挂机摔这儿呢，又滑这边来，啊，送来急救我得解开啊，玻璃肌肉、玻璃组织、玻璃血管、玻璃神经，最后一看这个假体，我取不出来。你是这个东西。吃饭吧，说这个嘛。嗯，这叫踹我这儿了。<笑>吃饭，吃饭。哦，对了。 你上小学的时候，你妈给我来信说，你当上班干部了，什么职务来着？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吧？一年级，管清加入少先队，是语文课代表。
二年级两道杠他是学习委员，三年级三道杠他当了班长，四年级全学校组织这个课外英语兴趣小组他兼任小组长，五年级他看来啊，你以前没少花功夫了解他。把您们好好的想起问这事儿。我写了一本回忆录。您写他干嘛？怕有些事儿记不清楚了，还有文字做参考吗？都是菜。我给找找关于你的。第二十章，管清成婚。2004年9月，从家信中获悉大女儿管清即将出嫁，我即从青海腹地赶回，一路经兰州，过西安，入潼关三门峡，越太行山，连转数夜的车。天气初凉，一路月光，昏昏沉沉中，总觉着孩子们都依偎挤在邻座，触手可及，却每每因一次颠簸，一声鸣笛而猛醒。睁开眼，前方依然是车灯照亮的漫漫山路，终于在婚礼之日到达北京。新女婿腼腆羞涩，敬我酒，递我烟，等烟头烫到了手，才忽觉泪光连连，是因为高兴。管清小鸟依人，笑靥如花，他说定会像爸妈一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天我喝了很多酒。爸，别念。哪儿写错了吗？挺好的，等您写完我给您出版。你跟我说志豪在班里总是考100分，他跟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倒挺诚实。那你干嘛不说实话呢？不想让你操心吗？我这点不是遗传了我妈吗？报喜。您又上班，又得带着孩子，顾得过来吗？李红忙，习惯。婚姻呐，有的时候也要相互沟通，相互承担。那女孩子还是不要太独断专行了。您当年也常年不在家，我妈一个人不也把我们几个养得挺好的吗？你可不一样，
这孩子这么大，我自是有分寸。放心。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去火车站时间还早，您陪我看看公司的广告进度呗。里边准备怎么样？差不多了吧。蒙牛团圆篇一进三次。到过年，我们就老在胡同口等您回家。是。有一年我从外地回来，看你们突然都长大了，不知不觉的。好了，队长过了，班长啊。我们这代人呢，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爸，你知道吗？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最伟大的地质工作者。您还记得您教给我的口诀吗？德兴铜矿在江西，湖南锡矿山产梯，贵州铜仁出汞矿，云南各就出产锡。慢点。你说，这管好工作室没人，那电话他怎么也不接啊？他采风去了。艺术家嘛，找灵感的时候都不喜欢被别人打扰。您就甭给他打电话，打了他也不会接。啊，管家，你等会儿。家里的门锁坏了，我换了个新的。收好了啊！别送我了，你忙，你回去吧啊！每个礼拜啊，到杭州来的上海客人那是一波一波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麻烦停下车啊！我热狗要尿尿。有，等等啊！你这狗叫什么名字啊？它叫大毛。
我们家也有一只狗，来的时候才这么大点儿，现在都老了。他就是典型的窝里横，我把他一个人搁家里，能把房子都拆了。我带他出去看一个那么小的吉娃娃，把他吓得满地跑，再也不敢回来了。这养狗啊，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再见啊！哎，再见，大猫。管治国，管吗？管什么？我管你！我是你爸爸，开门。我爸？我爸早不在了。你装什么鬼呀？喂？喂？管权？对，爸。哎，你在哪儿呢？我在家呢。你装什么鬼呀你？我就在你们家楼底下呢，赶紧给我开门。啊，那你等着我，我在外边呢，我现在就回去找你，别乱跑啊！不是你多着，上车吧。爸，系安全带。你猜，这不老老实实回北京，干嘛非瞒着我姐？她现在有点强势，我都有点怵她。这女人一过三十，雌性荷尔蒙直线下降。说白了，一半男人一半妈。你怎么这么说你姐姐呀？哦，对了，你那房子里怎么住着别人呢？搬出来，创业。创业？你创什么业？马明哲知道吗？马化腾知道吗？马云。哎，他们仨有一共同点，告诉你。他们仨共同点？你甭告诉他们仨人都行吗？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们仨都是从一不知名的小人物成长成一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时代瞬息万变，说白了，我要有一 idea， 我不瞬间去执行它，那分分钟的成别人囊中之物。行了行了，创业好，烟少抽。你看我听你妈的话，把烟戒了，我现在身体好多了吧？完，这车又撞了。喂，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们这帮做道路救援的怎么回事啊？哎，老同志，你别瞎捣鼓了，抽根烟。我戒了。冠全，你八岁那年离家出走，为什么离家出走？你妈找着你给我写了封信，说你躲别人家鸡窝里。躲谁家鸡窝里了？哎，还有，小时候出水痘是你才是管好的，本来想到天津去问他，没见着，上外地采访去。我是把他电话给记错了。管权，你们那些人啊，晚上声音都轻点，这都有人举报了。那报110去。哎，那刚啥么子啊？您别生气，回头我说的啊。哎，你把他电话再给我。啥呢？上。你怎么才回来啊？
好猫了，都等着你开会呢。我爸，哎，叔，叔，来来来来，您请您请。哎，叔，往前。哎，来，哥几个，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是我国伟大的地质工作者管治国同志。我爸。叔好，叔叔。那谢谢您坐啊，我先工作去了，好吧？哎，你这上哪去？你这爸啊，这告诉你，这就以洋人脸中国心的哥们儿，这 Mike， 我们核心创作合伙人之一，这厉害了，告诉你，会说四门语言，德法英日，负责我们基础汉语教学。啊，正好回来了，我还找你有事儿，晚点过去。叔叔好，哎，您好您好，哎您您忙点。叔叔，哎哎哎，你忙你忙。这两头谁啊？哎，嘿，没事，没事，那我爸，我爸。哎，你先给他是啊，进。随手绑绑，您干什么？咱们回头啊，我们也不置换，好吧？老邱，我要跟你聊聊。怎么了？我正开会呢。我现在就要跟你聊聊。那行，哎，王总，你们先聊着啊，马上回来。这样，王总，周一我召集所有的。爸，啊，我告诉你，等我们这教育机构再成熟点，我呀就去租一更大的地儿，招更多的学生，最后上市。这就是你创的业呀？嗯。那，你原来的工作呢？辞了。不辞我怎么创业？你那房子里住的什么人？怎么回事？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租出去了。你自个儿有房子不住，挤这么一个乌七八糟的，这怎么能是乌七八糟呢？创业期间跟团队住在一起，吃喝拉撒那有利于团结。你妈一辈子省吃俭用，用尽所有的积蓄给你买房子，就是想让你甭跟我提我妈。你还就别跟我提我妈，没自己聊的事你就跟我提她。我知道，打小我在你眼里就是不思进取。现在我把工作辞了，你肯定觉得我不务正业，感觉我做什么都不对。我没这么说，我说什么了？你就是这么想的。抽烟。家里把锁换了，钥匙。去哪儿啊？阿姨要吧，阿姨要吧。哎，妈呀，阿姨要吧，快快，阿姨要不啦？手当了比你矮。哎，你跟人粗的怎么办？
搿是骨疤啊。是姑娘在大腿根上搓出来的吗？弄你啊！行吗？我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这下好点了噻，好点。心情不好还抽那么粗的烟。My name's Shawn. I'm the founder of this new program called Three Kingdom Chinese. Okay, so it's every Wednesday here, 8 p.m. Hope you guys can follow us to the auditorium, all right? Freaking nice. Thank you. Great seeing you guys. Nice to meet you. Hi, we have this new program called Three Kingdom Chinese. So it's every Wednesday, 8 p.m. at the auditorium, okay? Hope I can see you guys there. Yeah. Thank you. Hope to see you guys at 8 p.m., okay? Stand up!
天，人道是三国中郎赤壁。三国汉语研发了全新的教学模式，声情并茂汉语操，说好汉语不再难。汉字图形记忆法，读写汉字很简单。场景模拟段子库，帮你成为中国通。三国汉语跟我们学，一起痛快说中文。It's great to be seeing you guys in here in the house tonight! I know we're here for different reasons, but I'd like to tell you guys why we are here tonight. Because 对于学习中文的你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你们赶上了中国蓬勃发展的今天。What is the reason for you guys to be gathered here tonight to study Chinese, my friends?好呀 Do you speak Chinese? 我想中国变更强大、也许变得可以赚点钱。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啊 ？I want to study Chinese because I have a Chinese girlfriend and I can't understand what. 哎，管权，管权，他学中文是因为他泡到了个中国姑娘。为什么学中文？第热情，第热情。哥们儿，你要是在中国待久了，你就忘了怎么踢球了，赶紧走吧。今天我们推出一款 APP， 三国汉语。三国汉语，它能带你过五关斩六将，逐鹿中原，一统天下。好，就在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举酒结义，共同实现人生的理想。Cheers！这乱世出英雄，盛世产拥立。这个时代把我都看糊涂了。涨水痘的事儿我真记不清了。没事儿，小孩都这样，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我记得为什么离家出走。那年我八岁，我妈收到了你的来信，说我生日你回不来了。我想去看馆主，票我都买好了，你别告诉他我想给他个惊喜。明天一大早到深圳，然后搭船去澳门。好，我去接他。管好那事儿啊，你可千万瞒住了。我知道。
哥，你做梦了？哦，没事儿。做个停好吗？我回去梦。不用，谢谢。大哥，你有四个娃儿，你从北京出来，走了好多地方了。是，我出门看孩子嘛。 把手给我，嗯，两男两女，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天津，一个娃儿在上海，对不对？你真会算命啊！啊，那你再看看，我这四个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哦，还有。 我一个小儿子叫管好，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笑>大哥，你刚才睡着的时候，钱包掉地上了，我大概看了一下，有照片，还有火车票，你不要介意哈。<笑>我叫管志国，邓红，你是四川人呐？ 我老家也是四川的，成都。哦，怪不得这么帅哟！<笑>行了行了，这照片都是20多年前拍的了。哦，你家有四个娃儿，好羡慕你哦。哎呀，娃儿啊，有时这个样子的。小的时候呢，你盼着他们长大，长大了你觉得他们还是娃儿。就是，我那两个娃儿都快30了。 我到现在还喊他们乖乖宝贝儿。哎呀，这么多人在火车上打麻将，头一回见呢。哦哟，不稀奇，亲还高原一打过。哦，缺氧，排都看麻糊了。内蒙古草原，牛羊都来看。打得最有诗意的是长白山。 相扶相遇又相逢，四川阿姐，新春阿姐，一路同行，携来报应。呀嘞！大哥，有缘再来相会哦。 再见。
喂，我这在澳门码头等着去看管楚呢。我说啊，别着急回来，我们这儿照顾得挺好的。不是，你等会儿，我们？哎，你把什么来路不明人弄我们家去了？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啊，喜欢你们家的那个刘哥，这不正好借你们家地盘增进感情吗？喂，我说，在我们家，只许有精神上的交流，不许有实质性的发展啊！你放心，绝对是精神上的。尊敬的游客朋友，请按船上向的指定的时间乘船。请。爸，您要是不多勾搭几个老太太回来，都可惜了这身行头。瞎说。你的天鹅湖怎么样？场场爆满，我还是零五呢。那我什么时候能看？已经演完了。你这舞跳得这么好，有你妈的遗传。那时候你们还都没出生呢，一到周末，我就陪着你妈去地质礼堂跳舞。你妈特别喜欢跳舞，跳得也在行，慢三呢、快四呢都在行。我就陪着你妈走路，反正随着她走呗。爸，你原来跟我妈跳舞的时候也这么多话啊？没有，咱们不说话，不说。
真是只陪你妈跳舞，关注小姐吧。我大哥就喜欢搞艺术的女孩，没其他意思。过去互相认识一下吧。漫漫人生路，在盖望青春。哎呀，关小姐，伙计必须赞美你啊！你们的餐厅我常去，你穿上那个芭蕾舞裙啊，活脱脱就是一只白天鹅。搞得伙计心潮澎湃的。来澳门嘛，大家就是消费。你要是跟了我 ，follow me， 我的 body， 我的 money，my everything， 随便你消费，随便。我是。别打！快跑！箱子给我拿着吧。不用，我来。那个特照顾你的人是干什么的？做点小生意，怎么了？关楚啊，你一个人住，出门的时候你得记着。把电啊水啊全都得关上，过日子不能浪费。嗯，知道了。爸，刚才也没吃好，家里就剩两盒泡面了。离家最远的，当年你要到澳门来，你妈难受了好几天。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头不管遇上什么事儿，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都要跟爸爸说。好事我能说，坏事我可不敢。你呀，跟管清、管全一样。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呀，还有那管好，到底去哪儿采风了？走了这么久啊？不止一处吧，应该快回来了。哦，对了，爸，听姐说你写了一部回忆录，让我拜读拜读呗。
箱子里。第十二章，管楚降生。1987年夏天，我的小女儿降生了，取楚字为名，出自楚楚素素，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节，要的是个风度清雅的意思。回想起四个孩子，管楚的出生是我唯一在场的一次。看着这个小家伙躺在摇篮里，打着弯的两条腿不停地蹬来蹬去，竟然让我想起了天鹅湖。他妈妈说，哪有这么肥的天鹅呢？欣慰的是，我是对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舞者，十岁初次登台，如今成就匪。你还在跳舞吗，管楚？当然。还在跳啊？
关大哥，我们真是有缘哦。好，要见面。去澳门见到小女儿喽。见着了。她过得跟你想的不一样哦。你真的会算命吗？不高兴三个字都写在你脸上的。关大哥，要相信娃儿都是懂事的。先生，给你爱人买枝花吧。误会了，误会了。姑娘，等等，多少钱一只？10块。没别的意思，萍水相逢，谢谢。开这了，关大哥，我要回四川了。我也要回去了，我还有一孩子没见着。里头照片，照片你给我，那个照片。别动我箱子！别抢我箱子！老子！你别拿我枪！箱子还我！箱子你得还我！箱子没有事情。是带着好多问题出的这趟远门，想还原你们儿时发生的一切。陪伴你们的时间少，记忆断层多，可这一路下来，没有解答任何问题，反而你们现在的生活更让我难以琢磨。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为什么？冠清，你们是不是已经分居了？不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为什么？他不需要我这么强势的妻子，他需要医院里崇拜他的女护士。
冠全，你整天在外边忙忙叨叨的，你的创业靠谱吗？有风险才有回报。雪越来越大了，我们进屋吧。别扯别的，房子是不是已经卖了？我创业需要资金。可你以后怎么办？你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我们可以帮助你的。我不能总依靠家里。还有关楚，和你在一起那姑娘不仅仅是你的朋友吧？年轻人的生活我不懂，不干涉。你们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至少不是件坏事。可是你不该骗我，说你一直在跳舞啊。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别跟我扯你妈，我一直都相信你说的，舞蹈是你的生命。我也相信你说的，说事业是一帆风顺的。热爱不能当饭吃，我的天分有限，一直跳下去也只能是个小角色，我撑不住了。那你妈知道吗？她早就知道。这么说你们是合起伙来瞒我？当时妈妈病了，我们不想让你再分心我们的事儿了。关浩，你还在天津那个工作室吗？很久没回去了。那你去哪儿了？你告诉我呀。别问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我这么关心你，你让我怎么办？别刨根问底，妈就是这么做的，这是最好的方法。我不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吧？将来我去见你妈，我怎么跟她交代？随便，她不会问什么的，她已经去世了。如果你惦记她，就跟她说点她想听的，告诉她我们都很好。爸，爸醒了。爸，爸。啊！大家伙儿终于凑一块儿了。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心脏出了点毛病，结果还没出来呢，你就别担心。医生说要等等才有结果。是。我现在都不相信你们了。就是心脏病。去。告诉我，管好他人呢。关浩啊，前段时间状态不太好，他说他很孤独，想去西藏洗涤心灵。孤独。后来就在西藏遇到雪崩。你别着急，人已经找到了，也脱离危险了。找到了。现在才告诉我，隐瞒总比让你担心强吧。
爸。你怎么来了？我还说等我好了之后去看你呢。你还好吗？大难不死，痊愈之后又是一条好汉。爸，你姐姐跟我说，说你经常感觉到孤独，有吗？有过吧。所以我很想离开。身边的人呢，就跟我说去西藏，我也去了。后来我发现也不适合我，因为那边的人全都是逃避现实的人。可是你的理想不是做一个有才华的摄影师吗？可是这个时代它不需要你有才华呀，你只要学会按照别人的意愿去做就好了。拍一个化肥袋儿和拍一个真正的模特没区别。爸，我办过一个影展，我自费的，我认为现在生活中最真实的影像全在里头，但没有人看。我其实混的不是很好。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也想明白了。雪崩的时候啊，就一个念头，能活下来。什么欲望、名利，都是过眼云烟。平安，活着就好。是啊，可有一条，你给我记住了。以后，无论你去哪儿，都得跟爸说一声。哦，对了，哎呦，我这回回来呀，一大事儿。你看啊，前两天我收拾仓房的时候，发现好多好多老照片，我就想着把它都挂出来。可是我一看呢，嘿，有的都发了霉了。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收拾收拾？好。这还一本呢。我愿为你们遮风挡雨，一路风雨相伴；我愿为你们剪除旁枝，见证点滴成长。孩子们，愿你们自信生长，永远快乐做自己。关之国，我写的啊！哎呦，我瞧瞧，不然谁写的啊？这是。你看看这张，你跟管全，你们俩脸上全都出着水痘。最初是我长的，老跟我闹就被我传染了。哎，看这个，就这个把杆，我亲自给管楚做的，真好。就是可惜您的照片太少。我有。啊，这个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自拍嘛，我把相机放在凳子上，后来不够高，还垫了几本书嘛。下班一进门，你就喊着我拍照片。我妈还在做饭，围裙都没摘呢。是。生死契阔，
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于我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认识了你。你给了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人生如此，应该足矣。曾经为了工作，多远的地方都走过，可都比不过这一次出行的遥远漫长。我一直自诩是伟大的地质工作者，是顶天立地的丈夫，教子有方的导师。走了这一遭，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父亲。我回不到孩子们的童年里去，也帮扶不了他们如今的人生。本想去修正回忆录里那些模糊的、不确切的事情，但真真假假，我自己也分不清了。我知道孩子们都有一点小小的不诚实，不过都不重要了。留着善意的谎言，反而让大家觉得快乐。最牵挂的孩子们，我都去看过了。放心，就像你说的，他们一切都好。大老板，那个。后排左三，寡治国啊！你好，我也搬家一块去。来，行行行，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五福临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饺子就酒，收到钱了！哦，瞧瞧瞧，恭喜发财，花风步步高升。大公，我也想吃钱。你也想吃钱？我这也有，我吃了糖。行，你生活甜甜蜜蜜啊。我说你知道这么多了，什么都没有。你呀，你能坐在这儿好好吃饭就是福气了。哎，你姐说的对，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爸，人都到齐了啊，您说两句。我这样吧，我祭席，赋诗一首。祝祝兴啊！爆竹声声，迎春节啊！全家团聚更和谐。行了，咱爸。儿亲迈步，红头月。共赏美丽新世界，共赏美丽新世界，共赏美丽新世界。这样的。
Thank you.